我最后一个还有 last one。 last you in the middle。 OK 啊，走啊。 OK 啊，走啊。 OK let's roll。 I always throw something in the mountain. Here, try to find my glasses. Oh, shit. Yeah. Okay, careful. Have fun. Not so fast. Keep this thing. Keep this thing.哇，冇事啊，爆爆大，漏气好似，我啊，我好似冇气，爆系啊。OK， 落花仔少少，你先 check 胎啊。OK， 尾胎定胎啊？头啊，你 check 张，你系佢，你要停低啊，你要绷翻先啊。OK， 佢落去先。OK， 唔好啊，你唔好落。我知，喺呢度绷翻先。系啊系啊，绷翻先啊。喂，佢。放佢，可能个嘴收唔实啊。哦，应该佢都唔系漏晒，漏咗啲。佢应该系嗰种侧面爆奶，爆咗少少出嚟。嗯，咁一阵间我哋梅窝可以去补奶水。我带咗啲嘅，奶水要带啊？少少，开过嘅。不过你金煲好难加入去嘅，要飞大。不过你有呢个煲好啲。呢个位可以打开，不过冇个我冇个工具。放太多啊？应该系。熄咗 cam 啊？应该是啩，因为唔识唔紧要嘅，你温 boost 嘅望一次。啊，头先阿鬼佬拣咗条拉系啱嘅，我拣错咗条中间拉。哦，嚟到呢一级多得滞，我唔肯落。大 ，OK 啦 ，OK。啊，今日成日跌嘢要小心啲啊，真系。系。唉 ，OK。去。OK， 啱埋嚟。呢个摄像机啊，拣得啊，但系前面有啲斜啊，小心啊！啊，睇到对面路啦。啱埋嚟咯。呢度似样啲啊，忍下，但系前面都有啲斜噶，小心啊！啊，睇到对面条路啦，嗰啲石头应该条路噶，一放冲住个跟住点做？啊，呢度有啲石头应该条路噶，你自己控冲住个石壁，跟住速度。唔好理得太多，騎住架車。
轻快少少。小心头盔，呢度就应该右啊左咧。我上次就系行咗左喎，行右咯，行右条路好似大啲啊。我上次就系行咗左喎，行右咯，行右条路好似大啲啊。呢度去嗰个远啲沙滩嘅，我记得上次佢讲过啦。呢条路真系好似大啲，多啲人行。诶，香啊！OK 啊，哎呀，夠石打個搭啊 ，OK 嘛，睇住呢幾個石撞腳搭，千祈唔好加餅。哇！幾多盞燈啊？頭先唔記得盞燈啊！好嘢啦！睇住呢幾塊石，撞得大，呢個冇加餅。熟可以，乜熟可以上到嘅，冲行啲，但系呢边落唔好落啊嘛。哎呀，熟可以，乜熟可以上到嘅，冲行啲，但系呢边落唔好落啊嘛。要熟路啊呢啲位，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嚟。嗱，前面有少 ，OK 啊。OK， 嘟嘟嘟，嘟嘟，嘟嘟，还有时间的时间吧，你要干嘛吧？不玩。OK 嘅，睇完树根就直线摆，唔好咁打太巴。好玩。边度好听啊？拍树啊！好事啊！我落架先。
OK 啊，慢慢嚟啊，望见梅窝啦。OK 喎，呢度得喎。暂时都仲系几好玩，到尾唔知道会唔会就咗脚踏啊？嗰度要嗰个树头系喺脚踏位啊。慢慢嚟啊，冇事啊。我落埋先等你。OK 啊，慢慢嚟啊。前面呢度乱石堆，你落到落，落唔到就推啦。望见梅窝啦。慢慢嚟啊，嗰条树根好大级噶。嗱，呢度啲石头你落到落，落唔到推啦。我都落唔晒噶呢度。跟到我条拉就跟啦，侧边嗰度落安全嘅。嗱，有牛屎啊，行边啲啊 ？OK，OK，OK。嗱，呢侧都比较大，你跟到我条拉就跟啦。侧边嗰度落安全嘅。嗱，有牛屎啊，行边啲啊 ？OK。嗱呢度，你跟住我条拉应该正常落晒噶啦。OK， 落晒噶啦。得唔得？嗱，呢级比较大，你落唔到就落地啦。有冇事？哦，慢慢嚟，又寸格到啦你啦，慢慢嚟啊。呢啲位咧，其实落得到嘅。佢应该系整咗个头石。系，可能打到个脚，打到个。系，跟住佢踢咗入去。吓、啊，呢个位唔好搞、嗯，因为。啊，等我试下。OK。以前试过甩嚟噶。有都有松开先嗰、那个，crush 唔紧要，但系嗱呢个咧就系我有时，咦好似都有啲松喎呢个力，要 shift 手套。OK 冇问题啊，我已经冇咗嗰只手套，唔怕整肥只手，系唯一就系唔好整到嗰、那个呢、這个，因为你只手有油咧，整咗落就唔系几好啊。哦 ，OK 唔该，唔系你点解嗱你落车咧你唔好 hold 咁，一般咧唔好低过呢格。就算落斜都是，即是就算落呢啲斜路啊，你尽量喺高啲脚位。点解咧？你有时架车好慢嗰阵时咧，有嚿障碍物，你加一脚咧，个前碌会轻啊嘛。但如果你咁重脚嘅位咧，起唔到噶。但系有时你觉得重脚咧，你就可以控制架车好啲嘛。所以落斜路之前咧，大致上个链柄永远系喺呢两格波，千祈唔好低过呢、這个。如果唔系重脚得滞噶，虽然落斜路啫，用唔到嘅。咁但系呢度咧，其实你呢度线一线就线咗落嚟噶啦嘛，唯一就惊呢个位置打到个脚踏咯，所以一定要平衡只脚，顺住上落嚟，有啲速度咁就得噶。远远已经望咗，判断咗你行边段路，唔好架车太慢。咁跟住最重要一个 point 咧，就要记住望住边度咧就去边度噶啦。嗱，我一般就好鬼孤寒嘅，我求其啱位我就起步噶啦。嗱，我哋一般咧叫 track stand 啦，架车停低咗，好似呢度咁样，你都一定。
企到起身嘅，回啱只脚最好咁样，企到起身，咁就冲落咯。啲碎石嚟嘅啫，冇咩特别嘅，笑队就得噶啦。翻到嚟添咯！啊，呢条路真系好踩好多喎，好玩喎。好，落车咯。呢度经梅窝码头咯，梅窝沙滩。呢度经梅窝码头啊，梅窝沙滩。大家好，片尾先出 VO 啊，又玩嘢少少咧。呢段片好正啊！系由其实系洪水山，又或者叫做系神学院上到山顶凉亭嗰度。一个方向咧就系落去麦多，另一个方向咧就系靠右手边落一个位咧，试下我摆张地图出嚟啦，或者咪系唯一呢啲落呢啲斜路，我觉得嘥咗咯。就是落梅窝方向都好玩的，这条路我上次踩过一次呢，就可能转错了一个弯，今次跟阿鬼仔一起落呢，啊，不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跟我一起踩，另外一个鬼仔是南丫岛人来的，那他就给了一些贴士，我说不是靠右应该啱啲，那于是我就转右边，好好玩这条路。所以但是如果由愉景湾过梅窝呢，都是选择上神学院，然后向 MADDOG 方向行，但是不落左手边的 MADDOG， 去右手边就是回梅窝的了。嗱，我哋抬单车上去就系呢度啦。如果翻 Discovery 就系嗰度抬单车啦。另外都要讲多句多谢多谢多谢，1000个 subscribe 啦，好开心好开心。但系懒咗少少，冇拍个特辑片出嚟做，多谢1000个 subscribe。好啦，今次讲住咁多，俾个 like 啦。虽然系够1000个 subscribe 咋，我啲片越多 like 就越多啲人会睇到啊嘛。subscribe 揿埋个钟仔。學下其他 YouTuber 咁講法先，拜拜，下次再睇。啊，呢條路都好玩喎，第二次。Hi。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我都要補充少少，段片係比實際上長咗啲嘅，因為我裝咗後鏡之後咧，我想睇清楚一下。條路嗰個狀況，又睇下個朋友仔踩成點咧，所以有好多係 double 咗個鏡頭嘅前鏡同後鏡一齊，咁所以整體條路咧冇十幾分鐘咁長噶，補充翻少少啦，拜拜。剛才那些鬼佬行山應該叫他跟我執回對手套嘛，執回對手套扔回去 Discovery Ferry 那裡。隨你喜歡，跟住上到去那個，是啊，位置走下再玩 jump 那個位置，不是，就上我們行那個，是我哋梗係行 off road 上啦，咁就喺個 job 嗰度玩食嘢咯。係咯。
我仲有個花花就夠噶啦，差唔多嘅。你諗住去七仔度買三文治啊？定係？係。買啲包啊。係啊，唔係呢度成日有時候減價三文治嘅，好抵嘅。佢有啲三文治啦，運輸嗰陣時整咗啲汁出嚟咧，佢平好多嘅。幾個人兩個沙灘嚟曬啊！